大威德金刚啊，是一个凶猛的武将呢。我又把他做得有点幽默，有点笑嘻嘻的，就是把神格呢，又把它降到一个人格里面来。它是显性、隐性将交织的人性中的神格跟人格在进行。在海明威的故居做这个斗牛啊，这个系列的时候，它表现的跟传统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传统的都是斗牛士，然后拉个那个红布，这只蛮牛就看着红色，它就一直往那个地方扣扣走嘛。但是呢，当我做完这个的时候呢，我把那个口中的那个红色啊，做成变成是一个罗绿，它会变成一个非常的幽默的一种诠释。牛是看到红色的口口中，但是它看到一个很漂亮透光光的一个罗女啊，一马口口中。另外一个是它那个整个牛俩拱料好像往上拱起来，那个斗牛士哦被踢的滚到他的整个牛背上，因为他在造型上啊，他把他的整个动态的力量靠那个扭力把它变形。但是呢，他好严肃哦，他好严肃在探讨一个造型跟空间的问题。但是呢，我又要在严肃里面哦，给他赋予哦。人那个严肃性里面，他是带有一点对自己的奴隶啊，有一点自我节操，他所以他会觉得有趣。在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是由线跟面来构成的，不是一个实体。这如同像在写书法，它的整个空白跟那个有墨迹的图形形成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空间。这种自由的运笔穿透那自由的美感空间，这也是指的我们内心世界呢有一个巧配的有跟无之间的力量，就如同那个水域的一只斗牛。这件作品呢，是我童年的记忆。因为我家住在这个农村里面呢，眼看就一片的稻田，所以呢，这是在威尼斯展，我做了一系列跟海明威特别喜欢的主题斗牛，这个题材之下呢，我把它转换回。我回忆我的整个生活，回忆童年的景象，一起雾秋鸟啊，整个飞或者是停在这个整个牛背上，那个牛啊也感觉非常安适的趴在地面上。那么这只牛的表现呢、啊？表面的肌理啊，很像那个是
所以呢，这一组啊，也是一个很像山水的一个自然的描写。千里眼啊，顺风耳，这个是台湾一种生活的情感，哦，它是妈祖的一个护法，那意思也非常好。那我一样是用穿透的一个手法，哦，去做传统的千里眼顺风耳这一个题材。所以呢，像这一个哦，顺风耳，对不对？它中间也都是镂空，哦，都是镂空的。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啊，以线条跟面为主的一个穿透的一个空间。每一个时代呢，对同样一个题材啊，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时代意识，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一个审美的经验，哦，所以呢，它跟传统的照相就会不一样，哦，那么它背后就象征当代人对于古代的这些题材的一个情感，一个新的情感的表达。这个叶子中间呢是一个破洞，我们一般的概念啊，会觉得说这个荷叶是有，但是破洞是空的，但事实上呢，这个破洞的空的部分包括其他，它也是有，它也是存在的。我非常喜欢一个东西哈，是在一个超越再超越，扩大再扩大，不管是一个情感或思想，理性或者是感性，在有然后变成空，大有然后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又不断的变化，你就知道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在有跟没有之间，它相生而滚动的这样前进。这样的前进如果地球它自动会转，你不可能叫它停止。所以呢，我不要封闭空间，我要穿透空间。你可以从这边，然后穿透它，然后到那边，那种穿透的感觉，哦，好像看到一个桃花源一样。Mr. Paolo Rondelli，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Welcome, Mr. Rondelli. And as you said in one of the things I read.There's one sentence that I wrote down that is really strong in my opinion.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in my life, the relation between existence and art. So the recall of nature, tradition, art, and the fact that a human being has to find theAgain, the real values to re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humans is at the base of his participation in our pavilion. Volevo dirvi che sono molto felice, molto lieto di ospitare le opere del maestro all'interno della nostra partecipazione. Ritengo che si tratti uno degli artisti, degli scultori più importanti di questo secolo, un artista che lavora nell'ambito delle emozioni, la sua è una scultura che non ha il senso epico ma il senso dell'emozione, una scultura che è emozione, che dà, crea dei sentimenti, il suo lavoro, il gioco dei pieni, il vuoto, il gioco delle ombre e soprattutto il collocarsi all'interno di uno spazio, crea quel forte sentimento di emozionalità che viene trasparso attraverso il suo lavoro.海明威的作品当中，大家众所皆知的就是他作品事实上一直在探讨是一种人性、人的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那我想，这个是李老师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东西，艺术家跟他的木文化或这个土地之间的一种关系。艺术家到底怎么存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对于牛事实上就
用生的方式在处理。第一种逗你好像在探讨一种更当代的一种生啊死啊那种形象等等。第二种大威德金刚这种东西，它探讨是一种哲学的东西。第三种，这种稻田的，我觉得这是他擅长的，很诗意，很抒情，很文学。在西班牙学那个动态人体素描啊，因为那个人体啊是在那个整个动态之中，不是一个静止的。那么所以呢，我要很快速在它动态里面去找到一个特殊而我有感动的一个特质。那么特质这两个字对艺术家呢非常的重要，而且会养成一个习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啊，它任何东西都是流动的，而你呢却要在这个流动里面呢去抓住那个整个特质。譬如说你家里的猫，那猫走来走去突然跳过去，它不可能是摆了一个姿势呢觉得是最好的给你看，所以说你不可能叫猫说在跳跃的过程中停住，所以我就要很像在很快的按下那个快门。我的生活啊，意外最明显的就是在做雕刻的时候，所以呢，雕刻的这个形式哦，让我最鲜明看到我。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形式，我觉得我这个整个人哦，的那种人的那一种特质哦，是人的特质哦，将会是模糊的。我的事业是做雕塑这个形式。哦，那必然对形式的专业的领域，就是如何操纵它的语言的能力，必然要有一些基础的学习。什么叫做基础哦？实在是也决定了那一个人哦，而后发展了很多的走向。开始啊。是在做雕塑，到一个程度了以后，他在表达他的整个理性跟感性的时候呢，到时候他会发现他的理想是在于人，他的雕塑的技术材料变成他的工具，到最后都发现他并不是在做雕塑，他是在做人。那后来就发现什么你知道吗？就发现他这个人哦，到时候也变成工具。他是利用他的肉体，他的体力，他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工具他在完成一个智慧。但是我自己啊，到了一个程度了以后，你要所突破之处，就是你整个人的心境以及对人的理想是在哪一个地方，你的雕塑的形状、气氛、情境就到哪一个地方。由你内心对这个世界的理想而决定了
所以已经不是在做那个雕塑，哦，是在做那个人。我慢慢知道这些人的真理哈，真相以后，我就知道说我一辈子创作不完。造园是一个生活，做雕刻呢，也是一个生活。我自己觉得，那个生活呢，每天都是一个新的世界，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啊。所以呢，不管变成怎么样，你认为它是好的，你认为它是不好的，全部呢照单全收，因为那都是你非常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呢，你生活是一个不紧张的。那么做花园呢，我没有预设立场，我只是接触到这个材料跟空间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就会有一种非常直觉的、非常原始的一种企图啊产生。终究呢，就是两种力量，一种就是极尽。另外一种就是滚动，很有力的滚动。这两个东西呢，是什么时候发生呢？什么时候混合在一起呢？什么时候体验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呢？我也不知道。你都在享受那个极静，你也在享受那个非常有力道的一个滚动。所以说啊，在我的雕刻里面啊，他的整个工作的一个心态呢，跟我在做花园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没有预设立场说我要做一个什么风格，我是在当下，哎，我觉得哎应该是怎么样做，所以它全部都是一个新的世界。花园的草木它一直成长，也一直在变化，这是一个有趣的，就如同我在做雕刻一样啊，一个作品一直改一直改，然后它都是一直在变化的。这种的变化性呢，你会享受到，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说你一定要怎么样，然后你可以设定要变成怎么样。然后另外就是绘画性那一块元素，慢慢的出现，在增加，对对对，比如说像这种画面啊，或尤其是在人的面部，包括他的对于造型，还有包括这样的一种处理，对对对。那这一块的线索大概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我这个，我这个是想做一只马在跑，但是你会觉得马在跑的时候，它应该带有一个什么东西？它应该可以做了一个女人，然后呢，它拿了一个花，它马一直跑，
两面开弓，他就跑到他的哪里？花香就散到哪里？对，他也比较有点比较认真，是一个美好。你说这是山水画，但是我觉得它的表现形式当中，我就觉得是特别的传统，就是雕塑的传统，但是也有一种当代的美学。感觉比如说这个块面，你的造型原理或者是这个所流出来的这一块东西，让我觉得有点好像是一种残缺也好，或者是它被消弭的内外面，就是这个实跟虚。它的对应关系，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所以换句话就是说，好像现在您好像也不需要用，挖土，就是减法。您现在好像六十也是减法，但是这减法当中60又有点像是加法。你的作品其实都有积极向上，对这种很强大的一种精神力量。你感觉什么一个残缺的中国山水，但最后有个喜鹊也好，或者是鸟人看，它还是很欢愉的这个东西。只要是非常认真、非常坦白的做事情，每一个东西都会刻骨铭心。真实的看到自己走过的路，那个整个路径刻得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痕，那是一个自我生命的赞美。